我是春哲，对，然后现在在化妆，也马上等着我们开杂志了。这边呢，这边我今天的话，我今天来拍这个杂志，来到这边非常的漂亮。为什么他拿的和我不一样？前面遇到一个红色的，你看我这个，我拿走了。他们就拿那个，他都已经拍完单人了，是吗？他也太快了吧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我是新小姐，化好妆那个做好头发了，就准备去那啥去拍了。今天还是很漂亮的，给你看。这一套录完了，我们继续录下一套了，拜拜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地方风景还是非常不错。好的，是非常不错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条路，这一条路就是下一套。确实，我们要录下一套了。我有点饿，你们饿吗？我也是有点饿。还有这个柳条在亲吻我的头和脸。我手快断了，跟举铁似的。那你换只手举着。真是整真，你说整真，整真这样大家听得懂，大家都听得懂。整真就是语气词。好的，那么。马上就要拍最后一套了，外面的雨还是下的有一点大，但是呢，我们马上就要收工了。你们看这个造型，这个人是戴了一个帽子，本来是眼镜，但是改成了帽子，但是还是很好看，对吧？对吧？对。好，老师，我帮你点头。最后一套。这个人看起来挺帅的，确定是颜色。这个人看起来挺帅的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这是咱最后一场。今天这个，今天这个说实话，这个整个拍摄来到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，拍摄一个帅气的照片，真的是有点。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套的这个衣服，然后拍完这套我们就没有收工，然后很期待有下次，很难忘吧，嘻哈男孩。